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3月30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恭喜双鱼座的朋友，最近可能会有梦中情人出现在身边，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。摩羯座的朋友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之财来到面前，要懂得及时把握哟。牡羊座的朋友，如果想要瘦身的话呢，只要认真的运动，一定可以有所成果的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射手座的朋友，最近感情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。水瓶座的朋友脾气比较大，跟朋友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争执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橘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绿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黄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红色。